真是高手。哇，这是高手，这是高手。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，让它牵引你的梦，不知不觉这红尘的历史已记取了你的笑容。你们见过这么远的室友吗？啊，你别笑。小兰，你吃泡面为啥不能买个带碗的？你都看，真的。我今天要把你这么懒的行为给曝光出去，我跟你说。都看。现在自己家门把水呢。来，关了门，关了门，关了门。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。忙碌了两个小时，陈师傅开始制作燕皮。那儿那儿那儿